我在住在澳洲好像没有问题。有什么话？真是机智鬼灵，这么亮的啊！各位资深歌手，各位新生代歌手，各位媒体代表、演艺人代表，大家中午好，欢迎大家出席今天由马来西亚华人演艺人工会主办的这个为了推介我们马来西亚华人演艺肌肉大全的电子书，即为我们的非一般演唱会就筹备这个电子书的肌肉大全的基金而准备的这个新闻发布会，我们再次用掌声彼此欢迎，我们大家出席今天非常有纪念性的一个新闻发布会。我们也要感谢媒体朋友们踊跃的出席我们今天的这个发布会。我们欢迎新州的媒体代表、东方日报的媒体代表、中国报、光华日报及民生报的媒体代表，再次欢迎大家。马来西亚这个演华人演艺肌肉大全先从这边开始。为什么我们从一早的这个在本来是要印刷成一本一本的书改成现在的电子书呢？我们先谈谈好不好？其实我们开始要做 那本书的时候是歌曲，对，我这次做这个肌肉大全，我才发觉到原来四十五十六十年代的歌星真的很棒哦，是他们真的很厉害哦。可是听到如果在演唱会听到，哎，这首是我们马来西亚人创作的，对对对，很惊讶。很多很多很出名的很流行的歌曲哦，他们是原唱哦，所以这是四十五十六十年代的一个环节里面哦，我就会把他们原唱的歌曲放出来，但是都是大家熟悉的，你一听你就知道这首歌了。哦，原来是我们马来西亚创作的。对，有一些不是，虽然是不是马来西亚创作，不过他们是。